我转来我的故乡平安，探望我的老朋友。伊人住伫1960年代，甲我做一伙参加劳工党。这个是我生命中第一重要的一部分。同时，我人甲其他的男同志做伙争取各种的权利，是为了我人这个社会，也是为了我人的国家。这一段回来，我只有缘分记住五位好朋友的其中两位。我参加劳工党交动金，第一欢喜的就是劳工党是过了一个集体啊的生活，大家有真正对这个政党有真正一个理想噶一个，所以我人交个动金，本是有保持着这款的感情啊。大地王有将，我是其中之一啦。大地王这五个内面的活动呢，对我交动金的感觉，本是讲真正有价值，真正有值得啊，保存这款的友谊噶精神呐、啊。你希望看到这出戏是，迄阵常常的这出戏是五虎将，所以迄阵内面是真啊厉害，所以我人这个五虎将呢，敢投资啦，我人所以我人后面就加去拼，加去做，所以让称我人为五虎将咯。那些男同志啊，是啊，他讲说我们很敢敢死的啦，什么都不怕的啦。什么都给人、跟人家出头的啦。主要带头这样，对，刚刚找我。其实啊，在60年代啊，不少的妇女也是参加活动的啊。当时是这样，因为妇女在那个生活非常贫苦的情况之下，许多家庭是一家七口一张床，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当时他们在有看到参加劳工党的时候，因为劳工党有提供文化班、烹饪班啊、合唱班、舞蹈班，在劳工党的领导之下，他们也有成立了妇女署，在妇女署的积极推动之下，他们参与学习，也参与群众的斗争。当时他们群众斗争是很多方面的，有到各个地方卖党报、发文告、做宣传物品。啊，三过后我无做物了，我甲隔壁的朋友真正好，伊规日也找我看，所以我规日看册看了，我迄大迄间厝有福利师资班啊，
人看到我呢爱看册呢，就叫我出主意一条方，叫我填入Labour Party罗岗东。这边这社青团养有家人文化班，然后忘在了嘛，忘讲要去夜当铺啊，去边读了，伊讲已经满了。养所在只下嘛，无咧，伊讲乱招咯，招咯，也是讲有人咧，食十人啊，番呐，就使大里里厝啊，往家啦，了往就规个个招规个朋友啦，就一班咯。我姐姐就讲，惊我变歹去嘛，就带我去参加一个劳工党，其实我未晓半项个，你知无？就带我入去劳工党，一个参加这个集体的活动嘛，介好介袂讲去参人歹嘛。哎，我入去了，我是参加着伊个师资班，在一边读册，在一边跳舞。热情经沸腾，要为真理斗争。这边是龟岗阿街，下古是叫龟岗阿街。东京是叫加兰水外菜，啊，这个基部就是双吉槟榔基部，哈古我人活动的所在咯。内面有拍乒乓，有伊人读册噶开会的所在噶，楼顶有家人学衫啥物咯。我人去洛广东时，先生去是主要是去读册，读个文化班呐。了去边，我先生去是无咩任务个，去读册了去参看人跳舞啦。我不是想看呐，因为带带着上个一个兴趣的心，唔知讲迄个是一个正当还是一个虾米。人有佚佗，咱都参加；人有佚佗，咱都去嘛。我是爽哦，所以我就是带，抱着安尼款的心情去参加。慢慢咧，我就有习惯去读着册，去学着真济物件。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党未歹嘛，伊会顾着咱，了佫会感觉伊有宣传讲要顾去做做物，所以我就是安尼款慢慢加入去咯。我当时是学伊人一款的真理的理念就吸引到啊，真正有兴趣啊！你看呐，对于人的演讲啊，对于人的各方面的活动啊，真正有兴趣啊！所以我就是安尼去参加啦。到甲样丢了的时呢，我的爸母惊，就禁掉我，唔爱我出去。有一阵我就离家出走去住，伊人会为了所谓就刷去讲，我带我出来叫朋友新家迄间美容的店楼顶住，住一个时期，所谓是我的爸母过来叫我倒转去，倒转后讲帮啥帮我，我住如果无管我无约束我了啊，我就安尼款开始活动。我是武将时是64年，你甚至我入二岁了。我人是大滴一个集体的活动嘛，你在集体活动就是干了，人就一下参参，就是拢总人就是受不了咯，受不了，结果就是有诶较讲较来诶，就会较好啦，做朋友，较无好呢，无呢好讲话诶，就较距离那个疏远淡薄咯。了，我人规个男女都是平等呐，没有说你分男我分女，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大家拢装作一个讲话，所以无分男女的。五湖江不是慢慢多滴兵的开始实物啦。特别是讲五个查某有较特别啦，像阿讲，无论是讲伊分完去摆摆档，泡着一人一桶啊，乱去卖，还是讲叫乱去分传单啊，阮五个就是牙头头啊分咯，啊甚至是街路下打字炮牙擦牙牙咪啊。啊！我人阮是举条去鞭策啊，啊，对条样打波去写去一个咯，打抓啥物啊？我人阮是五个，阮是无惊死啊，半暝一半暝，阮是安尼款去。我如果我人唔爱输个打波，我就你死人死啊，有闲要去做啊，你别当包你想啊，我人就是真我。
都要没得借了喽。你那个法律基金啊，我们除了个法律基金啊，往一间一间银行。法律基金，我有一个黑板啊，有什么对红旗对什么对什么对，这样我就队长一个男的就做副队长了。我们很的真厉害，所以我们真赢啊，所以我们。那个指标一直上就上，哇！今晚回到了，我们又上了咯。这个，所以我们一直要争先呐、啊，不要说输给男的、哦。所以我们女的就是拼，一直拼哦，去拼哦。我说指标一直上啊，所以很高兴那时候。伴着热烈的爱情，我漫步在辽阔的角落。壮硕的教书排着整齐的队伍，清丽的教业轻轻地。就自从我参加老港东上给槟榔举报，就叫做老爽啦、啊。这个举报过后时来讲啊，就是讲我们要伸进去，伊人农庄人的所谓活动啦，无管是政治。宣传组啦，还是文教组，还是康乐组啦，拢总来讲有参与啦。参与过程中啊，伊唔是讲只个一个查某尔啦，啊，而且呢，阮是有一二十个啊，够真济嘛。但是呢，你看出来伊人只个的表现啊，与众不同啊，积极、肯干、大公无私啊，能够带头作用。所以说，使我。直到我上去领导这政宣组，是展开隆重的活动来讲啊，真啊赢啊，啊真啊赢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础。所以分部决定要做阿咪来讲，我人会100%也完成，就是赢了呢。这条街往就真正街道的示威啦，主要我第一记的是美国侵略越南的一个示威游行啦，真正侪人参加啦。我们要参加示威的时候啊，我们就好像说明天要参加示威了，我们今天就号召了咯，号召一些学员呐、啊，一些同志，他们没有来活动的。就去他们家里通知他们说，我们明天要示威了，几点几点，地点在哪里在哪里，我们就预先通知他们这样咯。我们那参加示威，因为我们要示威之前呢、啊，有一个迹象的，因为我们的家是属于联络站这样的，很多人来了，所以人家一来通知我，我妈妈就很敏感了，知道了要游行了，她就讲说早就煮饭叫我们。你们一定要吃了饭才去，要不然抓去没饭好吃。再看看群众呢，我们那边很多群众都很普遍，尤其是谢员的家长什么谁呀、啊，他都很支持我们的，一直到我们游行出来了咯，好像示威党的，一结束了，他讲你们回去了，是我们的世界了，他就拿油桶来拦那个路啊，等一下哈、啊、就有个红旗跟青旗啦、啊，政报都来哈、啊、就拿红旗出来，你们不好出来的吗？拿清旗你就可以出来走的了，所以示威党那时候很支持我们的。当年是1965年2月13号，我们是为了抗议这个民主死亡，所以我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示威，因为那时候不是他们被抓，让我们争取人权，就是在那个吉隆坡巴都鲁那。那不如巴都鲁有一个总部，就是那时候是我们党部啊，党部那时候我们游行就在记到那边集中，他那路边好，然后来他从那边上面啊楼上啊丢很多那个旗呀、啊、布条给我们拿。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走了，有一组四个人这样拉手走。很沿路都是很多那些群众啊，那个水啊摆到很多两道那个两边那个街啊，就摆很多，就走一段路就走了，就走到一个地方，真抓不住就来了咯。差不多是在59年跟60年之间，我们为了争取教育
平等，因为他要以国语、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华文列为官方语文，所以我们发动全马来西亚的人来示威抗议，反对，一路喊一路要我们要争取教育平等，我们要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当时我们有为了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我们就抗议要求政府列为五一劳动节跟三八妇女节为公共假期，我们就将出来抗议政府没有把这个法令把这个列进要修改列为这个公共假期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地位啦包括我们示威游行抗议那个紧急法令无理扣捕我们的同志可他可以随意抓了加一个罪名给你扣留14天不用审讯这样的事情咯我人不是无惊虾米，主要是惊一条面包下水了。虾米事？我就因为惊人会吹咧蛋来。我迄个面包下水是帮我人会自己保护自己，了个爱搞边仔的人，都加扎一两条搞了边仔的人俩。较早是往搞了白头章的，帮两条尾，所以讲为着避免啊，互你整地步啊裂啦，所以叫往定着要加头毛啦，所以往搞了加头毛了嘛。也是，我其实是广东啊，是坐一辆车，坐一辆车了，我一顶车，我免着行车了个，所以我头一顶车，去啊一路直直不落不落不落直直直直直，我爱死个了，死啊去个了，所以我去到时啊，无车头一顶我到，所以到的人个了啊，未很贵，不落掉了未贵了，我去到边我顺利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劳工党呢，可以讲起来整个组织啊。大部分的成员啊，都是来自劳苦大众基层，知道吗？尤其好像我们还当这期啊，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那些农委啊，那些甚至山这些山顶啊，这些群众比较多，啊，都是劳苦大众的比较多啊，对，这方面，所以他们呢。一加入他们对我们，而且劳工党的政策就是要争取平等，啊，为社会争取平等，所以说会得到啊各那些劳苦大众的支持，所以他们也同意劳工党的那种政策了，所以说可以说大部分，而且我们是很深入到那些地方去啊，帮助他们处理很多东西啊。好像桥坏了，我们会跟他修理；路坏，我们也会跟他修理。我们不但修理，我们还要去筹钱来帮助他们做。啊，物质坏，我们也会帮助他们修理。所以说，群众啊，对我们这种啊，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种啊，他们是真的很支持我们的。除了政治活动啊，我人戏台啊，达达到有迄个真正爱国的戏啊，有教育性的戏啊，无论讲长城还是凤凰的戏啊，我人都会讲，规间的戏台啊，全部是左派人士啊、党人士啊、学生啊。噶了会使讲包噶规间戏台是我人去看的出去。我人除了看戏娱乐，我能够有集体去野餐，
张家公去等着木奈海边啊，了我人啊招啊所谓党员，了甲我人的血缘集体招，所以一顶巴去滴海边的位买煮物件去，边去 happy happy 佚佗一边安尼看咯。了我等等猫，活动个真晚呀，十一二点钟时啊，不多要了，只宵夜咯。大伯查某去啦，咱大伯有镭哦做工，我人有做工无无济镭，我是食炒米粉、红豆汤、辣啊、绿豆汤。啊，大伯咧人食鸭腿米线，食好料啦。听讲恁伫吉宝，恁甲平凤的关系真啊真好，恁几时开始拍拖？开始是伫直播办的嘛，来参加劳工党直播嘛，一起活动咯。所以是有朋友讲啊，我的关系无确立起来啊，了后尾是就人讲了嘛，甲建立这个关系咯。了后所以是我就对去白啦啊，太平。所以是我六十九年的时候就交缘咯。我嘛是甲伊无来往，是再讲伊是北海的旗部，但是伊来平南拄着安尼拍一个招呼尔，无啥物。了是后来呢，伊用甲伊爱带去我厝坐，了就是安尼款，伊去载我厝了，伊就点点来找我坐，安尼款开始咯。啊，到甲我人结婚。那边结婚三四个月子，伊就过身了，了我就有身了。我生我就是安尼靠家己，我无替伊人出来诶搬累来帮助，我是家己亲手来饲这个囝，供甲伊台湾七年，他个硕士毕业啦，啊，自力更生啊，自力更生，伟大母亲，我在个连麦会大咧啦，啊，我人生活是真浪漫真爽，我人拍拖的时更加好了，我特别是十点几对的时候，我一头无对住搭开车，到你搭开车的时手搁牵手来搭开车，然后拍拖就爽，然后结婚以后我人生活每次真快乐。但有两个囡仔了，我生活真欢喜，真好。不过囡仔真，伊对我真关心我，真爱我，我生活是无问题啦。安尼看下咯。我们学习海燕，海燕勇敢善战。我们学习海燕，海燕多坚强。风吹雨打，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只管向前冲，冲过黑暗，冲冲冲。那四大元帅是男人的啊，是他们那个比较高层的这个领导者。那么五将呢是纯一色女性，而且是比较有这个所谓的有地方性的一种这个无形的社会运动，而且你们所扮演的那种领导作用。所起的这个示范啊行为呢，的的确确是为当时候的这个妇女运动啊，我不说是这个工人运动，我指的是这妇女运动啊，是揭开了新的一页啊。同胞，今天我来讲，嘛，劳工党啊，马来亚两个党，咚唱，劳工党、人民党合成主义阵线，哎，党，哎呀，咚唱，叮咚唱，我人过去这款政治的活动呢，到甲当今应该是算作真正成功了啦。因为我人对议会的斗争是已经无信心了，所以就转入街头斗争咯。
啊，搞个街头斗争，政府都无办法，就掠到了真正济人咯，就将我人的党放弃，这个就是我人的成功吗？我若是讲，啊是讲无有走个人安尼款做啊，我人无讲去在你罗岗东啊安款啊受这教育啦，了当今嘛出来咧哈，往食济物件往。伊个群众啦，因为未晓看法啦，伊个问题。达到选举啊，不选的，那几年那我们分换政府啊，哦，我本是投票，所以有的朋友啊，我隔壁厝边有的讲啊。卖选呢，当今选含人是上个，甲落上个职位。我讲无上个，当今这政府逼甲咱人坎坷，咱生活坎坷，所以你着政府也袂换，你再讲伊无好啊。回来这五十年呢，我阁是家己讲，我人过去嘅活动真正有意义啦，才有正义感噶。这款嘅活动对我人到当今本无一点无半点嘅后悔嘅呢。